你已经会四个架，架啊架去外弄，去外弄，回去喂，去外弄哦，袂使袂使，敢那夹菜头，夹迄个迄个菜菜刀，去弄啊啊啊，袂使袂使悬空，袂使安尼悬空，爱大条的，只爱放平沙，无你免着急，你着腰酸背痛啊，去放我弄，哦，好、哦，哦，咱即马先讲这吼、哦，简单嘞，好，啊你即马就是一拍一下，哦。还是两拍一下，哦，咱一小节是不是四拍？所以你弹咧一三拍就甜甘蜜，甜蜜蜜，你小啊 G 7同学会不要弹咧咯 ，G major 小，其音差不多，小小的甜蜜蜜，好像花开在。开在春风里，哦，就是安尼，同学，等一下安尼的，哦，啊，过来进阶的同学，勾弦我变哪高呢？三下四下哦，三就是一个三指嘛，就是拇指固第三和第四，拇指第一个三就是拇指拨第三弦。然后恰一二一二指拨，哦，食指拨第二弦，中指拨第一弦，哦，三下，然后拇指再去拨第四弦，哦，三下四下三下四下，这个对于入门来说是比较难的，我会建议你先不要自找苦吃，因为你够久就够没后手，这个够下去不可怜，哦，了解不？因为五级兄已经有学过了，所以他只是忘了，他东西还我了，我现在在还他了，我不收了。他几四五年前有跟我学过，所以他还我，我就不想收，就还他。他马上就回来了，就是用拇指拨三，三下四下，好。然后第二种就是拇指连续勾三个四，就是拢去勾一条差条的，用食指拨第三弦。哦，安尼嘛是效果同款。哦，啊咱甜蜜蜜头前有哦，咱进阶同学有哦，就是三下四下有哦。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光里。好，在那里。你恰不能一直又三下四下了，就要循序渐进，慢慢那个激扬，恰跟七恰，哦，在，哇，在，不然三恰，变成恰变七恰，本来恰是半拍变成四分之一拍，哦，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好，同学，你真敢若无老，你拍摄你先绝对无那像我一样，啊，你叫你老你两件。真唔牢嘞！啊，奇怪，老师，我来弹拢无法度像你好听。第一个你的指甲就是没有，哦，啊来，再来你的动作，你没有照我的方式动作来做，哦啊，新华，我迄个，新华，我建议你唔好学这個，学这個你有挫折感，哦，好、哦，你咪赶快，你就是一个两拍一下，哦，你也要求足够啦，哦，弹恁孙听啦，阿妈弹你听啦，甜蜜。哇，阿妈你安尼，学无一下，伊就已经会晓唱甜蜜蜜啊！你逐工弹你也袂晓吼，咱来笑死啦！你家只系结束也袂晓吼，我就无法度啊！你逐工弹甜蜜蜜，我唔容易你袂晓。啊，问题你弹一工去五工，啊，你若要来喊过来弹，学十年嘛是永远袂晓弹。啊，你逐工甲弹，同无吼，三顿甲弹，免三顿啦，同无早顿甲弹，还是暗时也困袂起弹。好，那这个是哦，这样知道了哦。三架四架 A， 好，三架四架就是 B， 好，最后副歌，蹦恰恰蹦恰，蹦恰恰蹦恰，哦，蹦恰恰蹦恰，我们蹦可以，我们都可以用一指神功啊，用一指，有一种就是两指，
啊，你们练一指就好了，哦，练一指就好了。啊，第二种就是练两指，绑用拇指，恰用这一只，哦，这是进阶，我肯定用进阶哦，好，绑，哇，绑，恰恰，恰恰，这边，恰恰，恰，咱的指甲平起绑，啊，然后咱的把指肉拨回来，绑，恰恰，绑，恰。这样恰有个好处，以后要牵好牵。往这边做恰做恰，有一个好处，后摆要牵应该好牵。啊，你啊拇指要牵咩那些？拇指的切法，拇指都要打，都要变。哦，啊，这个慢慢去体会了。所以，同学，你的程度大概只适合一拍一下，你就练一拍一下，因为你的剁手都挂袂好啊嘛。而且呢，告别后不会过过枪手嘛，哦，啊你啊斗气拢无问题啊，换和弦拢无问题啊，不，啊你啊来过枪手，和弦变难换，哦，就是不可能一次顾两边，不可能啦，哦，建议你先和弦，你单音先卖弹，先不要弹单音，哦，然后我们常用就是细和弦嘛，这大家都知道嘛，高音哆，我们练无名指哦，爱无名指哦。起高音哆，啊 ，F 和弦，这种爱也要哦。好 ，F 和弦起电了没？好 ，G 升门开了 ，G 升门开 G 开了，这是反三角形。那我会建议同学，你 G 和 G 升门你按不好，有一个方法很简单，你用一指神功，这个叫 G major seven。我上礼拜说 G 加不对 ，G major seven 哦，它的合音是。哦，它的合音是手机尾发，哦，手机尾飞的，它的合音是这样子，所以用你 G 和 G 七分你也刚好这挂，你用这个就简单啦，你就很有成就感。好，所以 G 和 G 七分你不要练，你就用今年用这先用这个过渡时期，以后再来按这个好不好？然后再来 C7 进阶同学请在我们 C7 C 到 C7 一般就是过门的味道会用 C7、哦、就是不按高音哆按这个声啦、啊哦、然后再来 D7 的是咱头脚不是起的这两个三四弦啊标准是按那低呢标准是一指神功爱起第二排，然后再食指按第二排，好、哦，第二格，整个按整排，然后中指按高音哆，这样才有 re fi 啦，这样才有 D seven 的音呐、啊。啊，咱头脚把咱拢起这两个，咱这无听嘛。那这个 D seven 就缺咧，就没有 re 了。你如果按这两个就没有 re。那、啊、你按整排和这个高音哆，你就这个音全部出来了 ，re fi la do， 你这个音都全部出来了。好、哦，啊，过来用个 E minor seven， 这前台用会到哦。E minor seven 加 D minor， 大概这九个和弦呢、啊、，OK， 差不多该用拢有吧，九个和弦，哦、好，这样有没有问题？里面都有，里面都有金传的，好，没关系，不，等一下下课再把它拍一下好了，来，我们把今天。